小朋友们，今天我们来玩小猪佩奇的木板屋玩具。把佩奇的睡袋放在这里，还有乔治的。佩奇进去睡觉咯，乔治也进去吧。把他们的行李放在这里，客厅这里放一个长沙发，猪爸爸过来休息一下。小沙发放在这个角落，猪妈妈过来了，坐上去吧。把电视机放在这里，看电视咯。把洗衣机放在厨房里，旁边再放一个灶台，还有一个微波炉。猪妈妈来到厨房，她要做饭了。饭做好了，乔治过来了，坐在椅子上。佩奇也来了，坐在旁边，准备开饭喽。把双人床放在卧室，猪爸爸过来睡觉了，猪妈妈也来了，躺下吧。把佩奇的双层床放在这里，佩奇过来睡觉了，睡在上面。乔治也来咯，乔治睡下面。还有一个床头灯放在旁边，衣柜放在这里，把浴缸放进卫生间。佩奇过来要洗澡啦，把电脑桌放在书房这里。猪爸爸过来，他要工作了。这里再放一个天文望远镜，乔治过来了，看看星空吧。把小沙发放在玩具屋这里，再放一张桌子，佩奇过来咯，坐沙发上休息吧。乔治的宠物放在这里，还有他的画画工具。乔治来画画了。